这些记号，它们不是恶言，也许是一种警告。 下面有水，听起来好像很多。 压印着城市图案的黄金硬币。 而先知也在上面。 这看起来像是基特城的官方硬币。
先知的铸金图像。这个城市的金属工匠开始。那一定是蓄水池的一部分。行了。